军工厂小树林墙体无视碰撞，惊呆了家人们。官方这周不是对军工厂跟里奥墓堆模型那个碰撞进行了优惑吗？然后不知道怎么的，军工厂小树林这个位置这个墙如同虚实，好吧，而且监管者技能是可以打过来的，震惊了，好吧。形同虚设。然后我们这边放个板子，好，惊呆了，好吧。然后好像就只有这一处吧，然后别的地方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。哎，这边还可以踩板，有意思，好吧。比如说像这里有木板，木堆，不过这个好像还是比较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冲不过去。然后这边好像应该也不行，那目前看来好像就只有小树林那个位置有问题啊，不知道里奥这边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。然后大家如果有碰到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